镜。让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一个小宝宝 Scruff-a-Luv， 叫 Scruff-a-Luv。之前我们打开这个，打开过这个是个小兔子，然后姐姐和妹妹也有一个，是妹妹的找不到了，至少现在不在这个，我们现在没有，所以今天去了玩具店，妹妹一定要买这个。这个是一个小宝宝 Scruff-a-Luv。哦 Scruff-a-Luv， 然后下面说的是什么 ？Which baby will you rescue？Little life, 2 plus， 这是一个给2岁以上的小朋友玩的。那我们会打开这个，然后呢，还有另外这个是叫什么玩具呢？这是老师。上面写的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文字上面 ，Hopscotch Rabbit Twins， 他们是个双胞胎。然后我们看见的时候，觉得特别可爱，上面有一层小小的绒毛，然后摸起来是毛茸茸的，但是它们的样子又非常非常的萌萌的，可爱极了。所以呢，姐姐一定要买这个。然后它，我们其实之前也打开过一些这样子的玩具，然后今天打开这个，他们就可以一起玩了。好，你们打开哪个呢？先这个。然后有一个小车。是一个车。然后这个，它可以坐在车里面，让我看一下。嗯，然后它太可爱了。后来它不能，它不能坐。我看一下。哦，它坐在小车，呜呜呜！哦，天哪，从车上掉下来。然后你看它，我觉得。他的衣服脱不下来的吧？可以脱下来吗？可以呀、啊，你看。哦，还真的可以脱下来，但是现在光光着了。然后他这是。他可以坐在车里面吗？看一下。他能这样？可以，他这样子坐，这样子坐很危险呢。或者假装这里有一个东西，然后他在坐，然后他在。嗯，好，这个是他看起来没有、哦、这两个都太可爱了，我们经常拿着他们，把他们和其他的玩具一起玩，做过家家的时候，然后再把他们的衣服穿上。哦，你已经给他穿上了这么快，这衣服穿上。 It's okay. 他们的衣服都太可爱了。他们做得太可爱了。嗯，这个玩具还包括一个小书，里面告诉我们这两个叫什么名字。Honey， 红色的叫做 Honey， 黄色叫做 Hopper。还有一本小的故事书，特别特别小，里面讲了故事。你看，这里面有一些图片，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可以读，超级超级小的，迷你型的书。这里，嗯，真的有，是药水，是药水吗？怎么把它拿出来呀？哎呀，它有个盒子，呜、哦，满满的，可能是需要剪刀剪一下吧。到月 K B 的杯哦，把你卡皮我拉人啊，出来了，是药水，怎么是药水？不不不，他都已经可以看出来他已经好了，但是我们需要水。需要水做什么呢？是让它不干，因为不干，这个玩具是要干的呀。那我们带上他的项圈，但是他是有个奶嘴，因为是个小宝宝，所以他会嘴巴里含一个安抚奶嘴。所以我们有这个，我们可以放它在里面。妈妈和宝宝。但是我是一个兔子。你说宝宝呢？不知道。我看那里粉笔。Lion what cat？ 这是这个系列里面的小宝宝有各种各样的动物，有 swing，
大家认识吗？读一下 bear, kitten, bunny, puppy, walrus, koala, bear, kitten, bunny, puppy, walrus again, koala. 我们是这个，我们拿的是什么？它是什么呢？ koala 那个。是吗？是。你觉得是吗？是。我看起来觉得好像不太是 koala, 不知道。嗯，有点也像一个 bear, 有点像一个小熊，真的很难看清楚这个系列的宠物。看，我就是一个考拉拉吧，然后也有这个。嗯，梳子给它梳一下头，对。Can I also borrow that? Because Green doesn't have that, and she's so scruffy now. 给它梳一下，把它们的毛都梳得顺顺的，好。洗完了澡是吗？是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擦干。把它擦干。然后这个是他的妈妈。嗯。然后他呢？Smells nice. 有个奶嘴，可是他的没有嘴巴可以让他一直含着奶嘴。所以他的妈妈应该放进去。可是他没办法含着，那怎么办？没事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设计。没事，这些是我这个今天开的这些玩具，然后这个是以前的玩具，以前上次开的。好，跟大家说再见吧。再见吧，我快说了再见，老师，跟听众说再见吧。